见过微型六缸的燃气发电机组吗？客户一口气订购了5台150千瓦燃气发电机组，今天先发货2台。这5台燃气发电机组是河北邢台汽车制造厂订购的，用在汽车上使用。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机组的配置。外观上采用的是开架式，机组长 2.54 米，宽 1.44 米，高 1.6 米。DTD 的调速频率50赫兹，电压是380伏，电流270安。搭配我们华泉高端发电机，电磁线、硅钢片、绝缘漆、绝缘纸、轴承都是采用国内国际E6品牌。质量是一顶一。这款机组的控制系统呢，采用的是四保护控制系统，对低油压、高水温、过负载、过电流实时监控。除此之外呢，这款机组还加装了一个超大号的散热水箱，保障机组长时间运行。